各位女士，各位先生，欢迎来到全三种最令人期待的感恩餐会。各位乡亲，各位朋友，欢迎来到三公众一小和人二乐的办道现场。在餐会开始之前，有下列事项需要请您留意。在办道开始之前，有几项事情需要你看好清楚。第一，骨科医师是前几位在感恩餐会穿最辣、布料最少的医师。骨科医师为求演出完整，唱完不会有 uncle， 所以请您无需刻意配合喊叫 uncle。第骨科医生是前几个在遐热烈的天穿上少表演的医生，伊家己嘛骨甲要死，所以伊手术就手术，袂免免有寡骨结石已经结束，所以请你唔免喊甲大细声，大夫讲拜拜，大家就等明年咯。第二，感恩餐会的表演大部分都是舞曲。所以，请您妥善分配您的体力，务必与我们嗨到最后。第二，伴奏的表演拢是跳舞的歌曲。如果你若是体力无够，请自己保重身体。如果若是因为你本身无动头，看袂煞，请你自己负责。第三，偶像是呕吐的对象，在强烈身体扭动的舞蹈中，唱歌难免有瑕疵，请多多包涵。第三。帅哥是蟋蟀帅，位头跳到尾，唱歌难免会憋车，请大家多多包涵，唔是你家己唱歌袂得在。第四，感恩餐会为求演出感官效果，所有演出人员的服装都没有安全措施，所以请您切勿近距离拍照或拉扯演出人员服装。最后一点，为着要让大家看好欢喜。请千万绝对唔通为下面向台顶翕相，尤其千万唔通挡袂牢迄个演出人员的衫啊裤，因为大家内底拢无穿啊，拜托拜托。感恩餐会即将开始，希望您喜欢今晚的节目。好啊，今晚晚就要开始咯，请大家唔通歹势，甲阮做一点享受今晚的演出，三种骨科上嗨的伴奏。即马开始。